大家仲记唔记得香港过去两年经历过啲咩呢？我相信每一个爱香港嘅人都唔想再见到咁嘅。好在喺完善选举制度后呢，香港终于落实爱国者治港，走出呢个政治困局。12月19日是香港的重要里程碑。新制度下第一场立法会选举，对推动香港重拾发展动能、安稳繁荣相当重要。我需要一啲热爱国家、热爱香港、有抱负、有能力、有担当的贤能带领香港。每一个香港人都应该运用好手上的一票，改写香港的未来，令香港变得更好。立法会选举包括全港市民的切身利益，所以不要说不关你事啊，无论你是哪个界别的选民，都要履行公民责任，踊跃投票，仲要叫埋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一起去啊，选出做实事真心为香港出谋献策的立法会议员，一起为香港创造更美好的明天。12月19日，12月19日，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，投票站见。